场竞演，乐举丰富，排名和成绩，第一名纪海，第二名赤野86分，场的第三名范斗星78分，恭喜 Radio Man， 我哋继续奋斗，休息室乐队继续加油，下个舞台再见。第一名纪许乐队可以获得福利环节，掌声有请谢天华纪许乐队带嚟合作舞台《留住我吧》。告诉我简单一句心内话，告诉我心与你。
Thank you。歡迎謝天華同埋幾許樂隊，多謝曬。啱啱同阿天華哥嘅呢個表演，你哋最大嘅感覺係咩啊？前輩藝人真係氣場係好大，我覺得。好似佢話氣場唔係大陣味嗰啲，大陣味嗰啲。首先我哋是第一次合作啦，出奇地都好有默契咁样啊！我哋真系有少少无形嘅火花咁弹咗出嚟，尤其是我哋对唱嗰下嗰阵时啊。你说过跟他数以不上话，呢个合作舞台好成功，好正啊！多谢晒天华哥，可以嚟呢边坐啦。OK， 几许乐队今日继续加油。今日嘅听歌条除咗阿拉粉哥之外咧，仲有另外两位音乐制作人李吉吉老师啦，同埋喜剧人金广发。感谢感谢感谢。天华哥，你觉得边一支乐队更加有今日嘅晋级上咧？我觉得每一队都应该有实力嘅，希望佢哋拼尽全力啊，将自己最好嘅一面喺个台上面发挥出去。好。雖然你哋聽到天華哥嘅呢一個祝福同埋加油打氣啦，但係都唔好掉以輕心，因為事關咧，今日係咩？今日係踢館賽。本期賽制踢館賽，踢館樂隊演唱兩首歌，分別對戰兩支樂隊，並且決定本場競演順序。兩輪競演對戰之後，同其他樂隊嘅總票差要超過30票，先至算踢館成功。呢啲啊，抽啊！一次就攞曬，你哋會唔會寫啲奇怪嘢落去噶？你啦，我唔記得咗係咩，卡咗帶添。告白爸爸，難離難捨，想抱緊些，想情如此不可推卸。告白媽媽，無法可收拾的一對手，帶出温暖永遠在背後。告白愛人啊！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告白死党啊，遥遥晚空，闪闪星光，息息相关了。卡咗带添，你仲想向边个告白？唱出嚟听下。跟住嚟就要决定大家例牌噶啦，系唱咩歌？全新嘅一期嘅主题叫做告白。所以其實唔同嘅歌係告白唔同嘅嘢嘅，跟住嚟我哋會攞俾你唔同嘅牌，牌上面咧會有啲表情，呢個表情其實咧就係歌名，咁幾多個表情係代表咗呢個歌名係有幾多個字？好，第一首歌你哋可以搶可以揀嘅就係呢兩個表情，走佬啊，走佬啊，咦？邊個唱嘅咧？走佬呢首歌？呢啲嘢咧，後生仔最啱玩噶啦。係咩？你知係咩咩？啱你噶啦，你啱啦，你講你講。跑代表咩咧？追啊嘛。啊，追。第二個你應該諗到啦，係咪？追老。追追咩咧？追憶咯，係咪追憶先？追追憶。係咪追憶咧？嚟聽聽第一首歌，阿超豪搶咗噶啦，係咪追憶咧？嚟。听过哎，真没，我也没听过，我就是听过那么一点，然后就很像，然后还真的是这首歌，暂时没有想法啦。歌名是四个字的啊，这首歌告白的是友情啊，贴士是陈奕迅的歌。哦，要唔要我话俾你听啊？要话俾你听啊？陈奕迅讲朋友友情的歌，是陈奕迅都抢咗佢先啦。喂，快啲拍啊，系啪啪啦！赤野拍到啦，呢首歌就屬於赤野嘅。請問呢首告白友情嘅歌？哦，最佳選友，最佳選友。哦，係嘛？驚唔驚喜？好難搞，我又真係難改。係，其實冇諗過，即係我其實一片空白嘅攞到嘅時候。因為這首歌其實啲觀眾都非常之熟悉，都幾牙煙嘅，我哋。呢首歌都好難估啊，係告白命運嘅四個字嘅歌名，三二一一齊講出你哋覺得係嘅嗰個歌名，三二一，幾許風雨，三二一，好和諧喎呢氣氛。我覺得其實都幾啱我哋尤其係去到我哋呢個年紀開始要思考某啲嘢，喺呢首歌上邊可能要處理嗰個情緒會更濃啲。好，跟住最後一個。一定是你的，但我哋循例都估下啦，好唔好啊？呢个是有啲难度的，呢个是告白爱情。我提提大家，第一个呢个是跟普通话同音有关。张敏
呢个有几多种表达嘅意思啊？冠冠啦，平啦，阳光有一种食物好出名，叫做一夜真情流露。哦，要我喺入边踎咗几个钟，我已经编好啦，系嘛？大概有個思路，覺得可以挑戰一下，因為如果每次都是我哋擅長的嘢嘅話，我覺得亦都太無聊啦。話明是神秘的踢館樂隊嘛，你哋覺得仲爭啲咩樂隊嚟補充一下呢個舞台呢？好像是抒情啊嗰啲嗰一派好似爭咁，即係慢翻少少。係啊，現在已經都是年輕人了嘛，我覺得可能是拄着棍上來那種的。啊，即係全部都是七老八十，然之後頭髮花白。對對對。之後咧就咁樣震住咁樣上嚟。我覺得仲差一支係一嘢就震攝曬所有嘅樂隊嘅咁嘅支 band 咯，即係毋庸置疑嘅一支差一支咁樣。技術流嘅啦，我諗係。應該就是啲稍微重型些少，五條人嗰種氣氛型選手，一啲都唔驚。究竟踢館樂隊是咩樂隊呢？一起去了解一下。佢將自己心中中意嘅、喜愛嘅嘢表達出嚟，都係一種勇氣，一種力量。用熱血嘅歌聲做自己故事嘅主角。喜欢文学和古风，又有摇滚的内心，带着元气和力量，我们一起炸起来啦！虽然平时吃住咸鱼，但是一打起鼓就充满能量。弹了20年的琴，现在我要再次出发啦！我们就是想赢，乐队风暴，我们来啦！挑战自己的同时挑战他们，我们就是想赢。挑战自己的同时挑战他们，我们就是想赢。奇树说，明珠万国影花王，如此断肠花烛夜，不须侍女伴身旁。下彩，朱导。四喜哀何变千里思忆同悲，今夜里相爱无悔洒泪，气势掀起轻转你希冀半面抱起，想共你下世还受伤罪，这首
银河繁星闪耀，汇聚成希望之光。大家好，我哋扭蛋机乐队。大家好，我是鼓手琪妹。大家好，琪妹，啊哈，我是 base 手，我叫小嘉，多谢大家。我是主唱小四，大家好。我是吉他手菊妹，我是键盘手小雪。投票开始，希望大家都可以为我哋嘅粤剧文化出一份力量。你嘅一票可能系少少嘅力量，但系都会鼓励到更多人去创新，多多支持我哋啊！多谢。好，投票结束啦！看了这么多场啊，终于有一个全女团的了，好少有啊！哎，天华老师运气好啊，真是。我都想象不到啊，踢馆是班全女班的乐队。我觉得扭蛋机乐队一出场的时候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他们的造型很突出啊，个个都是有悉心去打扮过，挺得意的那样东西。但是我想问一下，今天其实我们有主题叫告白嘛，咁我想知道你哋告白系究竟系啲咩嘢嚟咧？拣你只帝女花。我哋呢首歌系告白我哋嘅传统文化，告白我哋嘅粤剧。其实歌曲有好多类型啊，点解你哋系拣粤剧嚟改编呢？你对粤剧究竟有了解几多咧？细个时啦，我哋其实屋企人都会经常播一啲粤剧嘅录音带嘅。咁其实最经典嘅就系帝女花啦。因为今次我哋系向粤剧告白，所以我哋都有去到粤剧嘅博物馆去参观去了解。因为咧，我哋都系广东人，我系广东客家人，以前都冇咩人可以同我讲粤语嘅，但系咧都系好中意粤语文化。黎小竹，是粤剧，这个就是三弦琴是吧？它这个好像是用蛇皮做的。哎，我们的歌其实也可以加入，哎，加入一些民乐。对，我很喜欢这一套，找一些比较有中华元素的衣服，对，比较好一点。我哋觉得文化系需要传承同埋创新嘅，咁啊呢次咧用新嘅方式去演绎《帝女花》呢首歌，向我哋所钟爱嘅粤剧文化告白。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刚刚他们创新改编摇滚版帝女花，那你会用哪个词呢？不是这样认为咯，不太认同咯。2021年这个时候将这样东西所谓的传统文化和现代乐结合，是仅仅是如此的话呢，但你们刚才又标榜自己要敌这个粤语文化等等等等，或者是希望大家去了解传统文化，我 feel 不到咯。我觉得就是普通的最流行的流行歌的思维。最后一个总结就是，我觉得在你们这个年纪多些练琴，多些练下声乐，将这些东西基础搞好先，再去想什么文化的结合。每次啊，我都会说我们同意李维新这个讲法，对吧？但今天真的，我跟他想的差不多啊。我觉得就是，终于被我影响了。哎，真的，我体验不是很好。你们刚才演唱这个《帝女花》，没有让没有听过粤剧的人会喜欢粤剧。这话有点重哦。都说我们是通过戏曲啊、传统文化让更多人知道啊，传统文化啊，我们去传承啊，去怎么样？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我们蹭了传统文化的热度而已。戏曲演员自己还拯救不了呢，为什么一个外行可以拯救，不可以的？没这个理由，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爱粤剧 ，OK 啊，我们喜欢，仅此而已。我希望他们同行可以说一说。我哋本身都有想过，是希望通过一些流行的作品去融入一些传统的东西，给我们后生的朋友，哦，这首歌好听，哦，只不过就是究竟够火候去做好这件事未？无论你是结合改编原创什么好，这歌要好听。对文化这件事呢，我们应该秉持着一种叫做敬畏的心态，那些是我们的前人留下给我们的瑰宝来的，讲得不好听一点，是
诋毁紧传统文化，定系传播紧传统文化咧？究竟佢传播系好定唔好咧？我补充一句啦，我觉得坚持自己，冇理人哋点样讲，做自己中意嘅嘢就够啦。哦，我就当时一瞬间怀疑，这是个音乐类节目，还是一个表演性质的节目？就我觉得，你还不如去演戏，佢哋。幾勇敢去挑戰一首咁樣嘅歌？其實我係有俾經驗到嘅，真係有啲出乎意料咯。我好欣賞佢哋嗰個創新。咁但係如果涉及到非遺傳統文化嘅時候咧，我希望你哋留意一樣嘢，就要小心啲同埋慎重啲。點樣喺兩者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所以我希望你哋更加要深入去關注了解粵曲佢哋嘅核心同埋佢內涵究竟係乜嘢？我覺得不破不立。我相信我哋同埋几位老师嘅初心其实系一致嘅，喺呢方面我哋都要继续学习，我哋都会继续成长，然后我哋会坚持自己嘅初心。我希望你哋可以继续落去，做啲更加创新嘅音乐出嚟俾大家欣赏。多谢老师，多谢老师。咁呢个时候，我哋即刻嚟公布一下第一轮第一个出场嘅踢馆乐队扭蛋机乐队，佢嘅分数系。扭蛋机乐队的分数是71分。多谢大家，多谢大家。跟住落嚟咧，呢一轮咧仲有两支乐队嘅，系你哋拣嘅。咁你哋觉得呢一刻，你哋会拣边个出场呢？我哋拣反斗星。好，有请反斗星。我哋呢个舞台咧，将会致敬原版浪漫嘅感觉啦。后面咧，我哋又会转咗两种风格，希望可以将气氛带起身啦。这样的无穷好运，能遇上精彩的你。我缺点胜别人，你竟费尽心神把我留起。如仍未清楚地说，在目前和今后，无论哪一天都爱你。我这刻要直言，到沧海或桑田，最心爱的亦只是你。我与你永不可别离，爱你爱到死，因只得你方可使我流露自己。你眼里那种种传奇，醉我醉到死，一生使我动情是你。喂，阿妹啊，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好靓。其实你知不知道呢，我一直都好喜欢你的。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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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汇聚反斗力量，我哋系反斗星，我系钢铁直男吉他手阿叶，我系塑料直男主唱阿乐，我系黄金直男贝斯手阿 Ring， 我系青铜直男鼓手阿雄，我唔系直男，我系键盘奶场。投票开始 ，OK 啦，我哋反斗星啦，组队几年咧？是从来未写过情歌亦都未唱过情歌的，这次真是第一次，真是真情流露，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个诚意满满的作品。只要拿起个投票器按那个赞成掣，是啦，没错，按那个赞成掣。好，投票结束了。你哋五个一起出来那一下呢，令我真的突然间回想回我拍《友情岁月》，尤其是主音阿乐那个头发，又是伊健那个，我立刻就想起郑伊健。有冇人话你个似郑伊健啊？嗰把咁嘅秀发，人哋话似木村拓哉噶。咁你哋拣学友歌嘅真情流露，你哋嘅告白其实系咪同爱情有关咧？我想知道。系啊，呢次我哋系要告白爱情啊。咁但系我哋反斗星咧，系真系唔识爱情噶。太难啦！太难啦！太难！你唔识爱情意思系从来未拍过拖，从来未拍过拖。不是，咁肯定有，但系我哋比较少往呢方面去创作咯。哦，即系喺情歌方面比较少啲。系啊，系啊。那如果是第一次的话，那灵感从哪里来呢？因为我哋唔识爱情啊嘛，所以我哋就出街采访咗啲路人，问咗佢哋对于爱情嘅睇法啦，咁去揾灵感嘅。咩系爱情啊？我觉得爱情就好似疫情，你唔知佢几时会嚟，又咩时候会离去。爱情就是我愿意为你好，你又愿意为我好。爱情就是用一世时间去找一个人，但有个人就用一世时间来找你。但我一啲都不相信爱情。即是我们四个对爱情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咁剛好呢一期嘅歌《真情流露》又係關於愛情嘅，我覺得我哋有必要做個街頭採訪，你話點樣？好啊，贊成。出發，好，分享到。你覺得咩係愛情呢？其實我都唔知啊。好難。未結婚啊，唔講咩愛情啊？唔係十零日你結婚啊？你話幾簡單？生活。相互喜歡就是愛情，一見鍾情。双向奔赴，他就是爱情。平平淡淡，有一个人的出现完整了你的生命。哇，完美啊！用一件物品或者一个饮料去形容爱情，你觉得是什么呢？苏打水、棒棒糖吧、菠萝瓜、酸酸甜甜、榴莲吧。我闻到那阵除，我见到是它，我就知道就是它。牛奶，因为它如果不放入冰箱的话，它都会变质。对于脱单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单身万岁。哇，这个我好想问。胆大心细不要脸。碰到那个对的人了，这是自然而然的。问下我们的听歌团，玩什么乐器容易追到女仔？如果是识女仔方面呢，就是主音吉他和主音歌手会比较着数。我只知道玩什么乐器追不到女仔的。贝斯手是追不到女仔的。大家知不知道 bass 和吉他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四弦六弦。是的。我想知道六弦四弦其实
彈 bass 都係咁樣，都係咁樣嘅，都係咁樣，係咪？就係爭嗰兩條弦，係冇錯，就係嗰兩條就識女仔嘅關鍵。冇錯啦，冇錯。第二個問題就係有咩脫單嘅秘笈咧？表白的時候眼神蠻重要的，尤其男生啊，對女生如果有壁咚啊這種的，是吧？其實這個眼神啊，比台詞還要重要。我們可以示範一下，咚，咚子，大子，咚子，大子，加起老師。都是掂不到的。Cut！ 天华老师有没有什么感情保鲜的方法教大家？最主要是什么都要讲。其实我不相信有心有灵犀啊，或者心灵相通那样东西，因为对方真的不知道你想什么。但是如果你将它完全讲出来，大家的了解会深入一点。当然最重要都是要哄下对方，时不时。哎，哪个不喜欢人哄的？明白晒。德吉老师，刚刚他们的舞台表演你觉得怎样？万事俱备，只欠风骚。你们所有的人，尤其是 vocal，你首先自己肢體上面呢種喐動啊，如果有咗呢啲嘢嘅話咧，你哋嘅表演今日會絕對唔同嘅。我覺得你哋應該感謝你哋今日坐陣嘅 keyboard， 所有音色一出嚟絕對唔老土，好摩登啊！我唔知道在座好多後生嘅朋友咧，對於 vocal 中間加嘅嗰段獨白，你哋明唔明呢個係咩文化嚟噶？嗰陣時嘅 MV 入邊好中意喺中間咧加插一句咁樣一段獨白，好興嘅嗰陣時。我覺得佢哋都有花過心思喺呢度，尤其是攞個電話出嚟嗰一段獨白。係。馬上嚟揭曉，反斗星分數係咁多支樂隊，我其實最欣賞係反斗星，佢哋嘅嗰個團魂，佢哋嗰種搖滾精神，你就可以感覺到佢哋嘅態度。唱呢啲情歌最重要，俾聽眾感受到你喺愛情裏面經歷咗幾多嘢，可能就係差咗呢份感染。我認為應該起碼都有七十幾票嘅，分數就係68分，爭3分。我係覺得係多少有啲驚訝，我呢次表演好似唔至於差成咁樣吧。雖然贏咗一啲啲，但係咧好遠嘅距離。咁啊，啱啱聽完咧反斗星嘅演唱啦，分數亦都公布咗啦。跟住落嚟扭蛋機，你哋想下一個出場嘅會係邊個咧？都係電波先生 Radio Man。喂，今次比賽，縱使可能未必去到太遠，但係每一場都認真啊！有時候我覺得真係唔玩 band 唔得咧，因為生活壓力太大啊，工作啊、家庭啊咁樣。如果我哋真係唔揾一個窗口俾我哋發泄一下嘅話咧，我覺得真係我哋個個都抑鬱啊！真係近期咧，我就最大嘅煩惱咧就係兩個仔都同時咳。你又好啊！哇，真係我試過我爸。我仔同時住院入醫院，好彩佢哋同一間醫院啫。喺兒科就走上去呢一個嘅心臟科，就送飯俾我老豆食。即係其實喺嗰刻嘅時候，我會覺得係我真係要長大。即係好多謝命運俾咗啲成長嘅關卡俾我，過到嘅就得啦。即係有一句好行嘅雞湯，佢就話。你遇到的事情一定是你能够解决的事情。对对。讲翻音乐，其实今次我们做这只歌其实都是有这种这样的意味。就是希望那个命运感可以强一点。噔噔噔噔。我都好觉得就是好彩是揀了这首。所以我们今次也有一个难题，因为台下的观众可能都比较年轻。不一定會感染得到佢哋，但我覺得要盡量去做好呢件事，係嘛？盡量做好呢件事啦，係啊！我哋要加入啲劇情啦，係好啊，係啊！敬命運，敬自己，敬大家。都話比得賽就肯定係想贏噶咯。如果我哋嘅初心。我哋嘅目的達到咗嘅話，咁我哋咪贏咗咯。
你听日记得请假同你阿爸复诊啦。佢啲脾气我顶唔顺噶。知唔知点解我升阿陈唔升你啊？咁大个人做嘢圆滑啲啦。你日日都话加班加班，你个女就嚟唔认得你啦。有故事交代。剧 flashback。爸爸，爸爸抱猪猪。身打我面，身处高峰，上尽于心。
云渐散去，星再现，雨线飘断，似我的脸，热泪聚满面。言语不死春天，全赖暖意不间断，是你的脸叫我温暖，伴着我步前。是你的脸叫我温暖，伴着我步前。大家好，我哋系一把年纪依然好热爱舞台，以音乐作为我哋生命嘅 Radio Man 电波先生。我是主唱杜汶阳，我都是一把年纪的主唱，我叫范琪。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Bass 手法仔，我是 Keyboard 熊仔，我是鼓手阿轩，我是成日客串其他队的吉他手，我叫阿夫，我是大提琴舒冰。请投票。其实有一句说话一直都很想说的，有一种命中注定叫做成长，那些不能够打败我们的，终将会令到我们更加强大。投票结束。 Radio Man 是阿炳哥，你好。今天我们的造型太相似了，你是不是好像一对的，我们是咯。我也有留意到你们的开头，其实是不是有什么含义在这里呢？大家听到的女人的声音是我太太来的，同埋嗰個小朋友啊，爸爸嗰個係我個女女。哦，喺人生歷練上邊，我相信每一位都有經歷過高高低低。希望我哋嘅朋友可以入到嚟我哋嘅首歌當中。其實係中年人話俾大家聽幾個唔容易嘛，你想表達？係冇錯，最慘嘅係我哋中年人。係咯，咩嘢都孭喺身上。所以你哋嘅主題就係告白命運啊嘛。係咯，我想問下你哋，你哋而家覺得命運人生最難過嘅一關係邊關？最难过，我就好几年前我屋企就出咗事啊，咁啊妈咪走咗，咁啊呢关系最难过啊，咁就当时系走嚟走去，因为你知啦，即系老人家有病，走嚟走去就要去啊，走嚟走去啊。其他呢，其他有最难的一关是最难的了，这个已经没最难的了，过了过了。那这样，如果给你们有一个时光倒流的机会，给你跟某一个时期的自己讲一句说话。我想跟十年前的自己讲，千万不要吃那么多东西，如果不是十年后你真的很后悔。我会回到去我读大学跟那时候的自己讲，条路自己拣的，扑亲唔好喊。我可能会跟五年前的自己说，做什么事情都要想清楚再去选择。我会同十几岁的自己讲，嗰啲声乐再练好啲啦，做一个出色的歌星啊，因为咧拍戏真系好辛苦啊。吉吉老师，冇得唔得？因为我觉得当下自己就是最想要的一个状态。范尔塞吉。你好，你好。舞台劇式的表演第一大要素就是你的表情动作一定要大，因为他们跟你们之间是有距离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乐手，你要 solo 的时候千祈不要找一个要视谱的乐手去互动。大提琴阿冰冰，因为他是要视谱的，他一直望着谱，你在 guitar solo 的时候你走去人家身边，人哋望你好定系望份谱好啊？你哋嘅爆发力系有喺度，同埋心里边嗰个火仍然喺度。我觉得越多越好，尤其是企咗喺舞台上边，你就要演绎自己，将全部自己嘅火力开到最尽，冇人会觉得你哋会 over 咗嘅。好啦，跟住落嚟，马上嚟揭晓电波先生嘅票数系。我还是会特别喜欢 Radio Man， 真的传达到我内心了。电波他们的演绎是成熟一点，比大女花略胜一点。我觉得站在观众的角度的话，扭蛋机是会高过他们的。今天的状态其实是最差的，两日睡的时间不知道有没有两三个钟。
我係諗住佢哋高分啲嘅。係啊，但係佢一出嚟，哇！即刻好聽，個 feel 就入咗啦。哇！八十分啊！多謝大家，多謝大家。我哋排兵布陣嗰陣時，因為電波先生前幾場係算唔係話好前，所以我哋諗住將佢哋擺喺第三支 band 上。咁依家睇翻，失算咗，太精彩啦！攞到第一就非常之開心，因為今次首歌我哋真係投入咗好多時間，有一種盡地一煲嘅感覺。你睇下我把聲變成咗咁樣。通過兩個對手表演完過後，佢哋而家係落後緊六票嘅。壓力好大喎，扭蛋機。我哋演好我哋自己嗰一場就得噶啦，唔需要考慮其他嘢，因為呢個舞台就係屬於我哋嘅。好有信心。跟住落嚟就剩翻兩支樂隊啦，咁你就要考慮一下啦，邊個出先咯？喺第二輪都係諗住第一個出場。嚇、啊？仲嚟？仲係第一個出場啊？係啊，因為接下嚟嗰一首歌係我哋最 high 嘅歌，我哋想要炸翻全場。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哋跳起身。好，第二轮大战即将开始。首先有请踢馆乐队扭蛋机。我哋嘅服装啊，或者我哋嘅行为啊，喺人哋睇落嚟有啲奇怪，但系我哋觉得咧，如果可以将自己心中中意嘅嘢展现俾大家睇，都系一种力量。Check me.
薩科係比較手節奏強勁啲嘅歌，喺舞台上面其實係好作數嘅，因為呢啲節拍咧會好有感染力嘅對觀眾嚟講。這個歌其實更適合他們，我覺得他們每個女生臉上的微笑都更自信了。佢哋將兩首歌 mix 埋一齊，其實幾有意思，配合佢哋嘅舞步啊各方面，其實個完整度都好高。唱同埋彈嘅部分可能會有少少嘅一啲甩漏嘅位置。非常之可愛，你哋再次話俾大家聽叫咩樂隊啊？大家好，我哋係老蛋機樂隊。我以為我哋係美少女戰士，好有個 feel 啊！好啦，各位投票開始啦。你你可以撒酷拉啊 ，Ayo come and dance with me。你你可以撒酷拉啊 ，Ayo 投票就赞你。投票結束。啱啱其實咧喺你哋嘅台風方面咧，有好多充滿魔性嘅動作。再嚟一次，我哋跟你學一學啦，好唔好啊？好，一齊嚟啦，一齊嚟，一齊嚟。大家看到啦，邊個係曾經跳過舞嘅？呢三個係曾經從來未跳過舞的，好似只腳有事咁。即係屬於什麼風格呢？有啲似復古 disco， 係。啱啱邊個跳得最好啊？天華哥，係啊，天華哥。我係啩？我哋再睇一次啦，天華哥點跳好唔好啊？嚟，準備三二一 ，One two three four，One two three four，One two three four。你覺得佢哋跳舞點樣啊？我覺得喺舞台上面，佢真係嗰舞步唔係話太複雜，但係跳到個活力出嚟咯，啱啱係恰到好處。當我睇到你哋咁可愛嘅呢一種感覺，我就話：我哋呢個舞台就係爭呢一種風格，就係冇呢一種元素，不如俾佢哋試下啦，就係你哋啦。咁同埋咧，你成日同我講好多好得意嘅詞啊，好個人嘅詞啊，譬如話打歌啊。但係其實仲有手勢啊，仲有好多嘅嘢去配合埋呢個打歌嘅喎，係咪啊？因為其實呢一個咧打歌其實一直都係為我哋舞台而設嘅，就係把呢個氛圍去推到去一個極致，同我哋一齊參與落去。一般有咩動作同埋有啲咩講啊？有啲咩做嘅？第一個動作咧，我哋係叫女打，即一般係用喺一首歌主歌嘅部分。我哋試下 ，one two three four，one two three four，one two three four。殺科，殺科，現在即刻殺科。第二個即係上舉，上舉係用喺一首歌過渡段嘅地方。哎哎哎，呢個叫上舉。仲有第三個咧，我哋係叫 PPPH， 呢個 hey 字咧，一般係用喺一個小節嘅第四拍。哦 ，hey， one two three， hey， one two three， hey。哦，原來係咁嘅。你初初入行嗰陣時候，進入呢一個娛樂圈嘅時候，登上舞台，嗰啲人係點樣打 call 嘅？一般？哦，嗰陣時就係我哋都係咁樣打 call 嘅。你是講真的，雖然我知道是講笑，即係都係打戲啊，都係咁樣樣醜嘅啫，冇咁多嘅，係啦，最多都係上下左右，上下左右，哎哎哎哎咁樣。而家就應該係個花款多咗好多。扭蛋機，我想問一下啦，殺科呢只歌，咁其實又想告白啲乜嘢咧？呢首歌是想告白我哋嘅青春，告白我哋十八岁。哦，告白十八岁。十八岁的时候，你们几个都在干什么？十八岁啱啱就是报读呢个卧底班咯。唔系十八岁嗰时候，应该是我啱啱入行的时间嚟嘅。咁下一队边个出就至关重要啦，边个出场啊？我讲嘅系，我哋会拣我哋嘅好朋友赤野。点解啊？佢哋好强噶噃。系因为唔想佢哋等咁耐啊。即系唔 friend 嗰啲啊，等耐啲啦，系嘛？坐下啦，你哋。再都系大佬，我都系大佬，都系大佬，大佬大佬。扭蛋机选择嘅系下一个出场赤野乐队，嚟请就啦。中学嘅时候已经一齐玩 band， 再十几年。
所以抽到友情是对我们整个乐队的背景是很贴近。你身边的最佳损友还有没有在你们身边？有没有确实也没有躲避的藉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救自己在最后面不到老友，这歌呢我们自己是入了去，平时想表达的一些情绪啊，或者一些心里面的话都摆在这首歌里唱了出来，所以就是从外形或者从他的舞台的表现力都很厉害，都很厉害，返璞归真啦，是啦，单单从赤野这种单纯的情感的爆发来讲更走心，很纯粹，我更喜欢这样的音乐。赤野，大家好，我哋系赤野。
我是主唱君一，我是 Bass 手阿 Cat， 我是吉他手阿栋，我是鼓手廷豪。各位投票开始。投票结束。我想问阿嘉怡哥，是不是到后面这个开支要缩完呢？是人又少了，道具又少了，是但是音乐上依然是这样。不想赞啊，你们觉得呢？多谢你们唱喊了扭蛋机啊，你看看还拿着个纸巾还在喊紧，你看他。你揀这首歌其实都是想跟朋友一些告白的，是不是？其实呢，在前几天我们排练的时候呢，我们三个就夹计在这里，就想整蛊他。是啦，知道为什么要整蛊你呢？是啦，你知不知道的呢？加节目效果嘛。你当时知不知道？你当时是不知道的。你喊了，当时啊，我没喊喎。是吧，又不认啊，到时看录像啦，大家。整蛊主唱计划。老细，三十分钟啦，开个电话会议。有领导嚟调研啊，后日录制喎，后日录制，我知啊，换个吉他手啦，嗱，换边个啊？咁都冇吉他，但系你想点嘅啫？换个吉他手啦，咁都冇吉他，佢系退赛啊，冇藉口啊，我谂唔到藉口啊，你睇下导演得唔得先啦，少个人啊，我问下张导咯，好嘛？整蛊大成功啊！恭喜你成为2021年这个最佳选友的最佳选友啊，系啊嘅对象。有冇赵总电话？接系嘛？原来急埋嘅。其实咧，呢个目的咧系即系想同我身边嘅兄弟讲一句咧，就系识咗十几年啦，咁你好多事情都摆喺心入边，你系好有担当一个人，将所有责任都放喺自己心入边。我哋就系想通过呢个玩笑，系啊，希望你其实有乜开心唔开心，你都可以同我哋分享，系啊，同我哋去讲。讲到兄弟情啊 ，Loving 哥啊，咁啊喺呢一个咁多兄弟当中啦，边个系你？平时的最佳选友，哇！咁啊，点解佢系最佳选，即系最选友系佢咧？因为佢每一年咧，我喺麻雀台嗰度都俾咗唔少佢。我有问题，系问下，又有问题。如果啊，我有如果啊，郑伊健啊，陈嘉乐。陈小春、林晓峰，他们四个人同时掉水里，够边个啊？咁老土嘅，边个都唔够，边个都唔够。原来你先至系最佳选友，停得掉下去的。望翻啱啱成个赤野嘅舞台表演，赤野主唱喺台风方面有个特色讲法，你知唔知？嗯。一，你做俾佢睇下点样嘅，准备三二一。这个动作方面，你应该请教一下高手啊。对，我们的 Loving 哥可以给他们弄新的动作啊。即系如果劲歌方面有啲 action 位，做咩？即系呢下啊嘛，系咪？系。我觉得应该咧系做咩？做一啲系对外少少嘅，一唱到激动嗰啲一踢。
全国望住你放低咗好丑噶啦。要练啊！呢、這个要练习啊！练习啊！好，多谢。整多个咧，整多个咁样咯。睇唔到啊？点样啊？再睇一次，再睇一次。唔系呢个真系唔得，呢、這个真系唔得。哎，贝斯手做一下可不可以啊？这个电臀啊，我超想看。我其实不会做这种。我相信你唱某啲歌咧，即系呢度都几夹嘅，有啲几夹嘅系。最佳选友，好啊！最后一支乐队啦，马上有请纪许。咁我哋今期拣到嘅歌咧系《告白父亲》，咁我哋今日就带咗一位小朋友嚟体验一下做小爸爸嘅乐趣，咁我哋就开始出发啦！搞错了，再来。我话打咩声，你就打咩声，耶！好啊，来。我要玩呢个同埋呢个，咩都要玩。好，走。好嘞，好嘞，我要泡泡。好，来，十分，你好不好？来啦，哎呦，一二三，切，好，走。够长啦，系啦系啦，要掉了，来，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哥哥好好玩啊，我仲要玩多次。啊，唔系啦。节目录完之后，我会想办法骗我爸跟我一块儿去一次游乐场。我觉得就每个人真正理解父母是从当爸妈开始的。我喜欢有一个女儿把她当公主养，虽然说可能父母吧，他就觉得说只要你做这个事情你喜欢，哪怕你就是只是在一个很小的舞台上面唱，他们都会觉得很骄傲。就是如果我不去证明的话，我自己首先会很内疚。我想告白我的父亲，还有我未来的小孩。我们想通过音乐去讲故事，这可能就是我们真正想去表达的东西。我们在做一个从零到一的尝试，会有一个特别棒的呈现。人我的
是跟他喝长酒，然而自他离去之后，我问为何下变得如冬一般灰暗，为何曾令我一起定，像是一种未逗留，从前共你会红琵琶，多了一份专业，少了一份靠颜值的那种感觉，好精彩的表演。大家好，我哋系死去。大家好，我系主唱唏嘘的雨许昭雄，系忧郁嘅鼓手徐伟。我是想靠才华吃饭的小明吉他手。我是近视加散光的笛箫龚博浩。大家好，我系琵琶手李金熙。大家好，我是吉他手王兰。好，投票结束。喂，傻影啲嘢先啊！喺一支 band 入边，你哋玩紧嘅呢一种风格，或者系具体到呢一只歌需要我弹啲乜嘢，点样唱？你哋之间嘅嗰种化学关系咧，有待时间去考证嘅。咁啊，睇下你哋可以行几耐啦。幾許佢哋嘅問題，其他幾位科班出身嘅童子功嘅太過於企喺自己所演奏嘅嗰個樂器嘅領域去思考問題，唔係喺度個人 solo 㗎。對佢啫。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覺得我們是各顧各的。其實我相信我們在座各位的要玩花的東西都能玩，我們就是因為沒有各做各的，所以我們才把自己花的東西收起來。咁啊，要補下補下課啦。呢個林子祥嘅追憶啦，大家都聽過下啦。咁其實佢主要係講呢個關於親情嘅嘢。那說起家人，你覺得你們從小到大的音樂道路上，家人跟你們有啟迪嗎？啟蒙或者是支持啊什麼的，可以分享一下。因為其實我從小家庭並不是什麼音樂世家，尤其是我五音不全的父親。我從小其實我也聽不懂，但是他就帶着我聽搖滾樂，所以我一開始學音樂的時候，其實。他是问我你想学什么乐器，我说我想学竖着弹的抱着弹的乐器，然后他说那你学贝斯吧，我喜欢。但是我个人对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古典音乐我就非常感兴趣，所以那个时候就叛逆了。
他们都支持我。哇哦！只要我想，只要我愿意，能坚持，他们砸锅卖铁 ，OK， 他们都愿意。就是家人有没有见过你在大舞台上面的演出啊、表演呢、啊？没有。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还不够。就是说我还要努力，从来没有看过你现场表演，对吧？没有像这样的一个这么新颖的一个形式。今日阿君熙，你爸爸妈妈仲有你姨妈喺你唔知情嘅情况底下都嚟咗现场睇你表演吧？哦，你拧转身睇下，你拧转身睇下边个喺度？是阿君熙的爸爸妈妈和他姨妈哦，快点拥抱下他啦！妈妈，抱一下，抱一下。不好意思，大家好，我是李俊熙的爸爸，第一次站在那么大的舞台现场，有些激动。叔叔好，叔叔。今天看你这孩子弹着屁股，你心里高兴不高兴呢？嗯，高兴高兴，所以说有些激动啊。反正能看到他在舞台上能健康并快乐的我对待音乐，我就很欣慰的。其他就没什么太多的要求。哦，为人父母都是这样的。大家好，我是君熙的妈妈。其实我的心情就是跟爸爸一样，虽然就是他从小，就是到大一直以来这个音乐这条道路非常艰辛也很不容易，但是呢今天能够看到他能够站在这么大的舞台给大家展示，我觉得一切都值了。太棒了。我是君熙的姨妈，在他这个来广州读书的这个过程当中特别不容易，多少次我也觉得很艰难，但是我觉得再大的困难两家人一起顶过去，正有这一段经历才有君熙的现在。谢谢。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我的父母家人能够来到现场，并不是每个人的家人都可以有机会过来看。其实心里是会有点羡慕的，因为我的父母也没有真的是正正经经的看过我自己的音乐会。天华哥啊，其实家人对你做呢一行系咪好支持噶？其实佢最初唔知嘅。我嗰阵时考入去舞蹈艺员训练班嗰阵时咧，都系偷偷静静鸡仔考嘅，都真系考到啦，真系要签约嗰下啦，自己就未够年龄签啦。咁我记得当日我阿妈就瞓紧觉嘅，我仲要熬醒佢。点啊仔？系阿妈，我要去跳舞。佢突然间佢好迷茫，跳咩舞啊你？系咯。我话冇，我喺电视台嗰度做舞蹈艺员。跟住佢谂咗一两秒咋。都好啊，都是一个正当职业嚟嘅。如果你觉得开心，你又中意嘅，尝试去闯下咯。咁样嗰下突然间觉得我妈好支持我啦，同埋觉得佢谂嘢其实比我仲更加豁达。同埋我相信做仔嘅听到之后咧，觉得自己充满力量，完全系完全系，嗰滴眼泪已经系滴咗出嚟啦。好，系时候要公布埋成绩啦。如果扭蛋机乐队踢馆成功，咁本来我哋嗰四支乐队咧就有两支。得分最低的就要被淘汰，那如果扭蛋机乐队踢馆不成功，那他自己就要淘汰，还有你们四支就有一支要淘汰。几许赤爷他们的票数是就是分差不会拉太大，要做到绝对碾压是不太可能的，我预计几乎有80分这样。其实我们的实力我觉得我还是很自信的。赤爷成绩是77分，几许72票，哇，都好好噶啦！多谢多谢多谢，一如既往是熟悉的赤爷的味道。他哋一直都是咁强，被磨得有点疲惫了，所以很多东西没有很到位的去展现出来。扭蛋机可唔可以扭转呢个局面呢？我觉得是比较难会比佢哋高嘅。我是觉得其实威胁挺大的。这个舞台上没有出现过这个风格。我看完他第二首的表演，起码会比第一首高咯。当时的脑袋比较空白了，已经反应不到。第二首歌的成绩是
扭蛋機可唔可以扭轉呢一個局面呢？第二首歌的成績是79分，哇，亦都接近今場競演的最好成績。但是扭蛋機樂隊是踢館不成功的。其實呢，我們是定了一個小目標的，原先希望我們的分數可以高過幾許同隻嘢。虽然这场比赛分数是踢馆不成功，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输，这只是我们一个新的起点。这是一场很好的演出，这么好的灯光舞台，还有这么多观众那么热情，我们正在享受它。对，心态。反斗星排名最后，所以要被淘汰。我即係我哋都摟咗啊！我哋都咁悲傷嘅一種情緒，係咪要攬一攬先咧？我哋係咪？其實我有預感，我哋呢期會摟噶啦，因為所有樂隊都咁勁，同埋呢次又選咗我哋最唔擅長嘅抒情歌啦咁。无论点都好啦，喺呢个过程中，我都觉得其实我哋系好大进步嘅，即系踏出咗好多之前未做过嘅嘢，从来都未试过咁样去做。其实我最大嘅遗憾系我哋未唱过我哋嘅原创啊，希望仲有机会同大家见面啦。一定有嘅，这么年轻啊，机会大把的，加油吧！希望大家对音乐呢份热情继续坚持落去，永不放弃。多谢多谢，我哋望翻我哋嘅身后。人數越嚟越少噶啦嚇，分別有幾許啦、Radio Man 啦、赤野嘅，恭喜你哋三隊晉級，可以去到我哋嘅六強爭霸賽。下個禮拜開始咧就係我哋 B 組嘅賽事 ，B 組同樣有另外八支優秀嘅樂隊咧會行翻一次 A 組一模一樣嘅賽制嘅，即管嚟期待 B 組有另外邊三支樂隊可以去到。六强争霸赛同佢哋三支咬一咬手挂啦！嚟呢个节目嘅初衷咧，因为我真系好想组乐队。我哋乐队咧都有成廿年嘅历史啦，优势喺原创嗰度，我哋一直都系坚持玩原创，全力以赴，而家等住斗只演出，打翻全场。通过我哋音乐啊，唤醒翻大家对于我哋啲土生土长文化嘅嗰种关注度。所有的音乐风格都可以融入进我们的表演里面，就像我们的乐队名字一样，山海乐队，百纳海船。我参加呢个 show， 我好少去谂啊，我唔会，我觉得我想好咁享受呢个 show。比赛是为了什么，对吧？就是为了名次，享受也是一方面嘛，但目标肯定是第一。你有心，只要相信自己做到，你一定可以做到。成哥、多洛斯、东山少爷、听歌团观点碰撞，我觉得今次你哋拣啱咗歌，咁个节奏系好唔一样嘅。面对质疑，乐队点样回应？把声咧，我觉得你仲未够松啊！究竟边个可以顺利出线？第一支被淘汰嘅系12月11号晚9:30，精彩比拼，强势揸场。